啥可能呢？你在家点的？哎，车都是点的高。这黄大楼，古镇区也住了个天，那一度年后等这个没多困高。可是不容易那天。大家有个西大楼，这里嘛不还跌古先生玻璃家？那哇，啥可能呢？也见天了。哦，警察来了！好的，警察。你不把他们整个整的尿好的，是黑过谁？有些什么能保护？哼，有那不要跟人打个那地牢那啥谁？地牢，有那不要一直欺负人的，我这个在身边上地牢。咦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果然要开着尼姑尼姑呀！啊，我的家人，啊，姑娘老师，啊，哎，都，啊，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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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！喂，伢子进来，莫被莫晒。原来要碰着莫得喽。家去保护了。哦，这街上成了有车列了哩。怎么都好了，怎么过得很好了，没得好的哩。师傅，哥住你家吧。我住你家，姑爷要得好了来住呢。我的家好没，才可以说过得好。过得好了哩，对，全部都是人家说过得好了噻，才够好的。只要可能也得去。嘿，这个，该知道，那也没走哈。马子啦，我都看过，都最想他了嘞。啥时代的要为你家过多应有的好多活动吗？冷天有时在靠我老路来生呢。只要靠呢，那也没走哈。我都讲哈，那也一头在在拆不来，才靠生有那么多的苦呢。你也路没走哈。冷天有时在靠老路没走。我操老的，你知道你了。怎么？刚看到我做啷个的呀？你买的需要多少的呀？来过路穿那个半干木头呢，领的水果东西多了。够的要多。我姐刚还到龙舟了嘛？哦，我姐都摔了哩！师傅，师傅，来点呢？大家有哪条路？走路，走路啊，走路，走路啊！师傅啊！我姐刚照顾车，刚去海南龙舟，就出了鼓励。小老妈，这个容易闹了啊！你呀，去查我！我给接到狗天，我容易弄么子？但是也能够很重，可直接过分昨天了，可把我把警局接到搞，我那同仁经常的也看见你，一天都都不能倒死，有几天都不能接到那倒死。哥们，你们不赶紧下个头路？现在这个门口没拉到的是？老弟，估计还踩到你脑子呢。这兄弟谁又给了？